土豆丝不能太细，太细太细就不好吃，没有口感。土豆丝一定要粗细均匀。那么粗细均匀到什么程度呢？火柴梗。土豆丝千万不要切得很细哦，很细一炒没有口感。还有另外一种方法，弄点水，可能弄不出来。我的妈呀！这基本功啊，这些都是基本功。校长，你开的刀工课呀，这我讲了很久了，这个要练的。哦，也对，看切的功夫多才行。哦，哇，好漂亮啊！然后土豆呢，要泡，要洗，把淀粉全洗出来。干了就。来，切什么呢？切大蒜丝。很香的。那我做成蒜泥有差？水开下去了，十秒钟出锅，不要用凉水过啊。蒜丝、辣椒，快入锅。油温升上去了，一定要呛得很厉害啊！闻到那种辣味出来，水一点都不要。对。下。这个锅也太烫了！哇哇哇！盐。塔巴斯科，一定要这个吗？这是我的自己配方。那如果我们在家怎么？买呀、啊，这个可以吃鸡蛋用的。就是一定要买这个。嗯，然后一点点的姜素。好，出锅前撒一点点土豆丝，要。熟，但是要脆，这就很难，最难的一点。很多人家里烧熟了，但是软了。好，你下。哎，